看哦，啊，我先把各个单位取出来，四个单位，四个单位，啊，四个单位，好，我先从上视图开始画。单位，对不对？这一个面没有问题吧？它是正垂面没有问题。好，我现在找到这一点，在这里，啊，这一点往前面一格，啊，在这里，啊，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对称的，啊，这里也会有一点，啊，这里中间这一点到底在哪里？啊，注意看，啊，老师在找的时候。啊，或是这边延伸过来，两个单位，往下，看会不会碰到它。老师因为视觉感比较好，这样看就看出来它是这边两个单位，这边两个单位。啊，但如果你空间感比较不好，你就像这样子慢慢找，用等角线去找。啊，所以这一点到这边是两个单位。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一边是到这一点，就是慢慢凑，啊，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对称的。好，同学要记住哦，啊，这里到这里，这里到这里，啊，好 ，OK， 再来换这边，这里哈，你注意看，这一点距离最后面。四个单位，啊，所以我这知道这里是往前，啊，两个单位，啊，这边这跟这边差两个，差一个单位，啊，这样子把电力出来，啊，啊这边斜到这个位置来，所以这个基本上跟这里重叠嘛，所以我就知道这一条线是在这里，啊，这条线是在这里。啊，这里是到这里，从这里到这里，啊，所以慢慢拉，就像这一图大概就像这样子，啊，上视图是这样，啊，那正视图的部分你自己慢慢拉，啊，好，我们就练习这一题试试看，第十一题。要题目看仔细哦。